民总部都是由咱陈韵如老师替他安排的吼，那是陈韵如老师替他安排的。
一出戏吼，若要好看，上界重要，还佮咱的导演林春八老师。非常多谢老师甲咱安排一出经典的好戏。非常多谢。非常感谢兵团管乐团今仔日给您做这优雅团诗，啊，在咱2017桃园艺术巡演，今仔日圆满结束，感谢希望继续支持我们兵团管